大家好，这里是伟进体育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球线的相关知识。好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呢是 Head Hawk 系列的球线。Head Hawk 系列呢是Head 目前最顶级的球线，它在追求威力、速度、旋转都是 Head 系列中球线的最上层。那其中呢，它分成三个类型 ：Hawk、Hawk Rock 跟 Hawk Touch， 分别针对不同的需求。Hawk 呢是以威力为主，希望可以带来更好的击球的强度跟速度。Hawk Rough 呢是以旋转为主，运用表面增加纹路的方式，增加表面摩擦力，提高击球的旋转。Hawk Touch 呢则是击球的舒适度，增加你打到球时候的手感、舒适感。那三款球线其实差异没有到非常大，但是以同样的材质为基础去做修正的。那但是它分成三种类别，可以针对你个人的喜好去选择你喜欢的球线。你喜欢旋转，你就选择 Hawk Rough； 你喜欢舒适感，你就选择 Hawk Touch； 你喜欢威力强的，你可以选择 Hawk 原本的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其他的知识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有其他问题，也请私讯粉专。